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各位善男子，各位善女人，大家吉祥平安。咱讲到解空尊者，释菩提。 讲已经圆满了。那佛诶时代地主呢，各个的星球各有不同。继续咱要来谈论诶，著、就是论语第一诶。卡真言。其实呢，卡真言论语第一，甲咱正正的。 讲诶，护老人说法第一有一点啊，要甲共款，那呢，无共诶所在是呢，倚真人以喊人辩论为主要道讲诶方式。讲到倚真人呢，伊本身是生在一个。 婆罗门苏醒的家庭中，伊个父亲呢，竟是一国个国师，那伊有一个成长啊，对于婆罗门的宗教、敬意也正深入，也四界去游历、去参访、拜访遐婆罗门的基诺中教。 那家真人做细汉呐，伊得真聪明。那伊嘅口才又个真好。那伫厝内中，因为父亲是婆罗门嘅长者，正是一国嘅国师，所以伊对婆罗门也非常的亲热。细汉嘅时阵，就真用心来。 了，佚到所有婆罗门的规矩啊，啊，伊含个行行中呢有一讲啊，两个互相伫谈论即种婆罗门法，结果伊个行中煞来疏离，辩论未过着，恰真人，那呢，伊个父亲。 就将伊送去伊诶阿姑遐来学习，那家今年伫阿姑遐，也真用心来学习遮普罗文化。那伊阿姑有一天甲讲，讲有一个家者出事咯，已经要进着正港，即、這个佛合清明为佛德。 于是以前的，以在悉得多太子那如今政的正觉第六夜二下得说法，而赶紧去拜伊为师，安尼有法度真正特悟了法界嘅真理。那车真言也正听阿古嘅话去。 陀德坐下来皈依佛，那皈依佛德了后，以体佛陀宣扬着佛学正法的真理，利用真济卡变的方式来的，来变倒了许多的婆罗门，拢互因逐个会当心服口服，也因为安尼，足济人来皈依着。 所以倚真人伫军团中，才互称为论语第一。那有一天呢？有一个婆罗门啊，吼、喔，一修道者，倒来揣着倚真人，甲倚真人来清洗一个问题，即、這个婆罗门讲。 到合掌，甲卡真人来讲起咯，讲卡真人尊者，我想要请教你一个问题。我看世间啊，吼、喔，一种纷争，拢安尼不断，永远拢袂止息，即到底是啥咪原因呢？那卡真人？ 听着这个波罗安尼甲伊问起了，伊完全无一点仔顿定，著、就是无一点仔质疑，著来甲讲咯。讲这因为啊，拢贪欲伫作怪，伫作祟。咱知影，咱人人吼，几足诶贪欲念实在太重啦。 哦，咱世上安尼看，会赫你啊？一份精是毋是拢按贪欲来、哦？社会新闻，逐个咧看，拢看有，也看真侪。无钱，哦，得想办法去夺取他人诶钱财。 即种贪欲念所产生嘅问题实在太侪太侪，所以呢，烦恼是也是按贪欲来，纷争嘛是按贪欲来。不管社会，不管咱家庭中，你甲看，诶人兄弟姊妹为着个性，哦，父母亲留落来遗产产业，产生了争执。 这根毋是为着贪欲而来，这种种啊，一切拢是咱的欲念，拢是咱贪念所起的。那即个三门众，安尼甲乞真人，安尼问乞真人好无？第一的安尼甲讲啊，就是、都是拢贪欲来。那即个婆罗门呢，佫再来提出一个问题。 来问着，倚真言尊者，伊伊讲阿卡苏呢，三文甲三文之间诶，象征又阁为着啥物呢？那倚真人也无所考虑，一个手的甲讲，是因为五根的执着。那这遮何为五根的执着？ 大部分，咱如果三问甲三问，是因为啥物原因而争止？因为法见解不同，听伫家己立场上，讲家己对诶法律，著亲像讲吼，咱菩萨大德恁应该想会清楚啦，听足者法师拢讲解过啊。 每一个法师有每一个法师嘅见解啊，那伊嘅见解与所说嘅佛法，理由，你若会当接受，你就含相应；，那你若未当接受，哦，你著会当继续可以参访。咱安尼甲回忆，甲想起来，即句话有道理无？咱安尼甲看，伫咱佛教内底。 为虾米分这么一状态，甘毋是我即个关系吗？好、哦，进前我讲过，单单跟他做服侍就好的啊。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诶想法啊，每一人有每一人诶想念。咱祖师留落来规矩范本，咱家己嘛会去甲发明。 这是都是拢发的正知啊，这都是因为我见自我的心相当修行学佛啊，其实放甲下就好啊，无啥会通个正，无啥物通个正知，你要修净土法门也好，你要修禅宗也好，吼、哦，你要修任何一个宗派拢好，但是啊。 进前咱都讲啊，吼、哦，所有诶文字，所有诶声音，每一个法师，每一个神迹性，以讲解真理，咱来当契合，咱就扣起来用，吼、哦，咱真用心精进，确实要紧，吼、哦，毋免诶偏执于某一个宗派，你甲看真，有人讲北团佛教。 的称为大乘佛教较好，因为以自比施舍，修略道，为根本要义，那密宗有密宗的道理理由，建教就是安尼开始的分裂，开始的分别嘞。南传佛教、毛南传佛教的真理要义啊，各种各派拢有伊的好处，那无啥物货。 堂而上进呐，因为既然咱得出家啊，万般随缘著好個啊。前甲尾啊，吼，产成了信心，产成了诺义，安尼是毋是慧修功德啊？安尼，我们咱啊，用心的行持，用心的修行，好、哦，所以。 三文甲三文中的上经迄是假的啦！哦，这个时阵，倚真人得甲即个婆罗门讲啊，即著是因为我跟想当执着心想当。那呢，即、这个婆罗门继续得来甲即个倚真人长者来问去讲。 请问呢，虾米人在当脱离着贪欲、甲恶根呢？若倚一年，中者，毫无知意诶，著甲即个婆罗门讲啊，只有怪老师福德，伊现在呢，伫写为下，诶说法，伊如好计较？ 以应供、正品、地、无上师等等正正甲名号，就包括如来、哦、佛正净觉圣号。伊呢完全无贪欲，也无任何的烦恼啊，更无五戒诶执着。伊是人天诶殊凡啊，吼、哦。 以借这个机会来向着婆罗门赞叹着佛陀的殊胜。那这个婆罗门的修行者，吼，听着卡真言尊者安尼赞叹佛陀了后，更加呢，吼、哦，起了恭敬的心，伊从此着来发心皈依。 做佛诶，地主再给修行者，就是咱称诶有报相。所以讲咧，四种地主啊，唔是干那出家啊粮，吼、哦，再给种买当替佛法来宣扬出来。人看真，自信真发达啊，做些菩萨，吼、哦，做些大德。 因为文学正好，然后呢，接触着敬重了后，更加用心、深入敬重，来推广着咱嘅佛法，推广着遮系真理，作者遮系大德，有成就，嘛伫电视咧讲解啊，嘛世界咧开班、在授课啊。 这就是咱在家菩萨有那个推广正法，即种功德嘛是无穷无尽呐、啊。毋是干那身为三分钟的我，在当来推广佛法，佛法若么少呢，咱带着菩萨恁的手，要推广会事情嘛真困难呐、啊。吼、哦，咱讲到遮，个讲德倒来。个另外有一个婆罗门啊。 诶，修行者对呀、啊，倚真年即种议论第一诶名称啊，有一寡不服，所以呢，有一天伊特别按外地而来啊，吼、哦，来要找即个倚真年尊者来议论辩法。那伊呢，来到着倚真年众者。 修行诶所在，见面看到伽旃延中者，伊无分无会见面的甲即个伽旃延中者拒绝了，讲伽旃延尊者吼，听讲你啊本来是婆罗门诶修行者，但是呢，自从做了沙门了后啊，吼。 得无个在吼礼、哦、拜，波罗门者嘅继续，吼、哦、就是者较有慧波罗门修行的人，得无个在干礼拜啊，吼伊得安尼来支持着虔诚人中者，吼伊继续佮个虔诚人，吼尊者安尼讲，讲呢你呢不但吼。哦 无来礼拜着因遮婆罗门的积习，阁看着因呢，嘛毋捌起心来感迎接啊，更加无让着即个未来，互因坐。哦，我认为这毋是正法，这呢，吼、哦，真不应该啊！哦，即种做法安尼真不应该。好、哦，那。 从伊安尼知识假正念中加了呢，吼、哦，假正念中加嘛呢无想住，著用着真慈悲诶眼光、眼神来向着即个《般罗门经》来讲，伊著向伊说出咯，讲你讲诶确实是事实。我自从啊皈依佛道了后， 的呢，不再向婆罗门家的积蓄、定价啊来表白，这是合乎即种法理啊。好，我已经证到的即种性格超脱掉三界，我已经成就了。汝呢？ 未使用即种年龄来判断呐。假使讲一个少年诶人，伊若早早就来我佚真理，已经超脱着三界约束啊！吼、哦，伊甲一个已经八九十岁诶婆罗门修行者，抑过沉欲伫即个贪爱。 爱欲诶人，两个相比较，安尼你甲看，对一个较舒适。一个少年人已经正德啊，已经无互贪欲欲念约束掉诶。若即个修行诶婆罗门，诶八九十岁年龄诶老人，伊虽然修行久啊。 看，开始年岁大，但是伊犹阁学贪欲白掉诶，伊也要解脱啊！哦，安尼呢？你甲想，你要尊重诶是贪欲诶人，虽然年岁侪，也是爱去尊重年纪轻已经跳脱掉三界约束诶人呢。好、哦，咱俗语得讲啊，修行学佛的、啊 毋是你惊久啊？哦，年岁有啊，就代表你有修行咧。你若课书每一工拢抑个沉沦伫即个名文里用来的，出家久够有足大诶作用；年龄者，够有足大诶作用。好、哦，如果咱若出家修行了提真理。 跳脱着三界约束诶人，即和年龄拢无关系。即是牵连着咱诶情、信心，牵连着咱诶精气甲智慧嘛。在家，冇比出家修行了较舒适诶，满满是对无毋是出家得了不起，能在家。 哦、就未当达到呢，未当超出三界呢，会啦。修行唔是看时尚，难进前用素菩提得解说这真义，就是安尼。咱唔好用时尚来产生着咱自己嘅恶习，安尼就真麻烦啦。人讲修者得假为生呐，啊。哦 是先得高诶人，确实当受到人诶尊重啊。那呢，听真人安尼来反问着即个婆罗门啊。那即个婆罗门听了后啊，煞家己感觉见想有影呢。修行本来的德者为先啊。所以讲呢，即、這个婆罗门诶修行者，吼，从听着。 卡真人安尼，诶，论语了后，伊从此啊，也下下起了即种婆罗门自我维持诶下见，皈依伫佛道诶坐下。当时啊，咱知影印度因本身种姓制度，拢金深蒂固伫诶。 那婆罗门拢自认因是官人一顶啊，因伫内底咧修行，因拢认为因已经真修行啊，到了佛德到了正觉，开始兴化道众生了。你甲看舍利弗、木建年，好、哦，包括骑真人人家过去嘛是拢婆罗门种啊。 但呢，自接续佛得了，体会了，经理了，个个拢归依在佛陀座下。那呢，也因呢来度真进，当时诶婆罗门众进入佛诶座下，来成为沙门，深力修行，再有这一千两百五十诶上水众嘛。好、哦，所以啊。 卡真人中者以变议论啊，哦，是诶口才太好，有好多变到所有诶外道啊，书家外道足侪人，因为安尼来解决着过去诶信仰，进入三门来修行。毋则讲咱啊，修行学佛。 毋好呢、啊，将自己啊哦，交换起来。因为咱平常受着大众诶敬仰，往往啊，咱已经甲自己徛伫一个讲比较含重心较悬诶一个阶地诶。但其实呢，哦，咱如果若无认真世界行持， 认真切密精进真理啊，咱诶所受诶因果，绝对比咱再种在家菩萨较重。这点呢，需要咱身为三分钟诶人，好好家己忏悔，毋好敢若想着讲，佛主对咱供养是应该，其实咱也无。 即个修行诶德行，咱何德何能咧？来接受人诶供养？哦，咱若无深入经历、经历内底，咱要安怎来甲施主信以解随呢？要安怎来行服即诶外道呢？就亲像讲佛诶时代，弟子哥哥，用因诶能力、智慧。 幸福外多，迄样属性，近来时间到这，祝大家一当亲日精进，成就智慧，建内世界奉行正进，咱自心无量的福报。阿弥陀佛。邀请您共同参与，弘法立身的善缘，让佛法落实人间。 更贴近人间生活。户持账号三一六五零八三五，户名黄玉莹，联络电话零九七九零四一五一零。